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哥的解说啊！今天给大家继续推送拳皇九八 C 高手对决，来自一批老玩家对二 T 我博士蝗虫。我们来看双方使用的依然是三个模式啊。这个游戏模式的话非常有乐趣啊，因为一个是拼技术，再一个就拼人品了啊。你能选择自己非常擅长的人物，那么你就有一个优势。老玩家一批啊，选择的人物首发是特瑞啊，打二 T 蝗虫首发 Lucky。黄虫现在正在被捅揍啊，今天好像不在状态。空中倒尾踢啊，要糟！黄虫今天真的是很郁闷啊，碰到一个硬点子啊，点子扎手，派上了游戏打中间。那么这个角色如果有气的话，对手会非常的难受。连续的用五 B 蹦跳，不要过来。继续五 B， 这个五 B 在九七里面就特别的难缠啊。到九八虽然他的出招啊帧数减给他增加了啊，但是他的一个依然还是非常强力的一个牵制。保切，这是要拼的节奏，黄头加油，想跳 C， 他居然让你用屁股对着特瑞，这是一种暗示吗？机会来了，直接缺点麦克板头上。倒地一头，摆了一掌，四十，再接血飞叶胸腿，四十三连。当年记得非常喜欢看这个尤利穿的这个健美裤啊。好吧，哈维丁是作为老玩家的中间出现了，拳击手非常厉害，继续抹压胸腿。抓紧一切机会做一个拼抢，一个二 C 对空后下盘倒地低头，小龙是在刚才直接取消超必杀技，还想跳压被对方二 C 打掉。那么哈雷迪这个轻拳这个出招判定是真的是奇快无比啊，牢牢牵制游戏的动作，你看没有，你不能动啊，在他轻拳范围之内你完全没有办法起跳，而且没有一个前冲的一个可能性。继续封墙木牙两次直接缺位必杀技，在哪念下游戏现在被粘住了啊，就是这么打。老玩家看来非常了解蝗虫的板机游戏啊，只剩最后一个手底大将哈迪伦，又糟，但是取消慢了一点，没有连到，想打逆向。哈迪伦现在是三颗气加暴气状态，打同样三颗气的哈维迪，继续大拔，安小连没有连到，哈维迪抓住机会，直接打一道大侧板。十一连没完，再来十二连，两个头杀。这个波跳了一个大影跳，好吧，轮到哈维迪的机会，完了，只剩一次血，好吧，这次又是蝗虫啊，被老玩家修理掉了。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抗，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喜欢拳皇九八 C 的玩家记得关注红哥的解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